一帮二煞化身搬家工人，使出吃奶力气，把大型家具往外搬，就连盆栽、木板、桌子大的小的样样没放过，快把整个堂口全掏空，还碰着关公一起行走。但看来神明根本没保佑，直接让他们狼狈搬家。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，很恐怖了，随时都会楼下一堆人受到安全上的疑虑。我们很怕像之前那种扫射，真的很害怕。这里的这个驻点，让我们松了一口气。会这么害怕，就是因为竹联帮红人会租下社区据点，把柔弱女住户猛推90度喷飞，重摔闹震荡，还撂人吃棍棒包围对方叫嚣恐吓，时不时还因为黑帮纠纷遭人吃棒包围砸店，恐怖黑社会在住宅区闹事，让住户将近2年活在阴影。本来已经觉得真的都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办法睡觉，小朋友也都没有办法睡觉，被学校